佳薇。哎，李哥，你上来啦？是的，你们在干嘛呀？我刚在挖红薯，然后表姐上来帮我。哦，哎，表姐怎么背那么多呀？没有。对，表姐今天一直在干重活，你看她让我背这么少，她自己背不多。哦，表姐真棒。没有，佳薇她力气小嘛，她背少一点，我力气大，我多背一点。哦，太棒了，真的。之前呢，就是做了对佳薇和你就是不好的事情，我呢也欠考虑，就是没有照顾佳薇的感受嘛。现在能帮一点就帮一点，帮佳薇多干点活。啊，真的，没事的，之前的事情就过去了。现在真的，表姐越来越棒了啊！哎，表姐来，我来帮你背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帮佳薇吧。他这个他体格小，背不动的，你帮他。没事，我。我这个很轻的，不是，你看你的这么多，佳薇的那么少，我来帮你背吧。没有，我这个小嘛，你帮他吧。你帮他背。那佳薇来，你放着，我来帮你背。你可真不用。没事，你放着。放着你。表姐，你放着你，然后你背佳薇的那个吧，我来背你这个。啊，不用了，你背他的吧，这个你也背不动的。没事，我来背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帮佳薇吧，佳薇这个他背不动的，他。就是力气小嘛，他背不动什么的。那来，这样我来帮你背吧。你背得动吗？对，表姐真的越来越好了。对，她今天真的一直帮我干了很多活了。哎呀，慢点啊，表姐。好，来吧。走吧，从这儿下去。你俩小心点哦。好。来，李总，你坐。没事，表姐你坐嘛。哎，你是客人，你坐。好，谢谢表姐。哎，李总，我去给你拿点水果吃吧。哦，不用了，表姐。那你喝不喝茶？我去给你泡杯茶吧。没事，表姐不用麻烦了。那你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吧，我做饭给你吃。没事，表姐，我刚刚吃了上来的，你不用那么客气，谢谢啊。那你饿了跟我说，我做饭给你吃。好的。坐。好的。李总，你上来没有带什么东西吗？啊？你没有给佳薇带什么东西上来吗？哦，我给她带了一点衣服。在哪呀？哦，在车上呢，在车上，表姐。那我们一起去拿吧。哦，我叫佳薇去拿吧，我们两个。你看佳薇在忙着呢，我跟你去吧。哦。我跟你去拿吧。哦，那也可以。走吧。好。哎，表姐，你在找什么呀？哎，你这个车怎么什么都没有呀？衣服在这里呢，表姐。衣服在这里。我看一下，哎，这啥呀？哦，这个是我给我妈妈买的耳环。我金的吗？哦，是的。哦，佳薇也喜欢这种，要不然你这个就送给佳薇吧。佳薇也喜欢耳环吗？对呀。那我下次给她买吧，这个是给我妈妈买的。这个现在这样送给佳薇刚好，你再给你妈买嘛。佳薇就喜欢这种的，你看这还有花呢。那好吧，那你给我，我拿去给佳薇。我拿着嘛，你看你手也不方便，我拿着吧。你抽烟啊？不是我抽的，是我拿来送朋友的。我佳薇不喜欢抽烟的人，哎呦，我帮你拿给他看一下啊。不是，表姐。你这个衣服我也帮你拿吧。我帮你拿啊。哎，表姐。啊。你去哪里呀？你不去佳薇家吗？哦，我帮你收着，等会你走了我再给他，不然的话他现在不会要的。那你现在准备去哪里啊？我拿去我家帮你保管着啊，等会你走了我再拿给他啊。不是，不用，表姐。哎。哎。你在干嘛呀？在做饭呢。表姐呢？哦，表姐她回家了。李哥，我随便弄了一点，家里没什么菜，我就煮了一个四季豆。佳薇。我饭我就不吃了，我现在下去了，天马上就黑了。有事要忙吗？快好了。不是，我还约了朋友，等一下吃饭呢，请别人吃饭。好吧，那我就先下去了啊。行，你注意安全。好，我送你吧。佳薇。哎，
你就不用送我了，车就在这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没事，我就送你到这儿，你待会儿下去的时候。家里也没有什么东西了，拿点腊肉回去吃吧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没事，李哥，你就拿着吧。表姐的一点小心意。哎，没事没事，表姐不用麻烦了啊。表姐真的。你们留着自己吃，我就不要了啊。哎呀，拿什么？拿什么？家里还有的，就一点小心意，拿着吧。而且你看表姐是不是？拿着吧，拿着吧。这哎，你没事没事，表姐你拿回去吧，我真的不用了，我没地方煮，知道吧？啊？你就拿着吧，你拿着吧，家里买个小锅煮，很好吃的，你拿着吧。你是不是嫌弃啊？你不嫌弃你就拿着。哦，那好吧，谢谢啊，谢谢表姐。没事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啊，那个表姐真的做出了很大的改变，你看她对你那么好，今天又帮我干了那么多活。嗯，真的挺欣慰的啊。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好，那你慢走啊。嗯，好，开车慢点哟。嗯，好，佳薇，拜拜。拜拜。嗯，好。拜拜啊。嗯，好。慢点啊。嗯，好。